电视环境八周年系列活动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到儿童行乐园参加家庭日。一大早，爸爸妈妈带着小小孩一起闯关玩游戏。红旗、白旗举起来，白旗放下来，红旗放下来，红旗举起来，红旗、白旗举起来。很荣幸的是，刚好今天也是我女儿生日，然后一起来祝艾尔达生日快乐。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好玩的还有精彩的魔术表演和造型气球大放送，现场欢乐笑声不断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陶艺林。艺林，你几岁？六岁。六岁，结婚了没？还没。而最压轴的就是抽奖活动，幸运观众还能将8800元带回家。好开心，那感谢，很感谢，就是今天的亲子活动。谢谢艾尔达，八岁生日快乐，我们得奖了，耶！感谢各位观众8年来对艾尔达的支持与爱护，艾尔达未来也会持续努力制作更优质节目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艾尔达电视综合报道。